呢，遐讲来讲去的死是你害的，是我呢。安怎讲是我害的？你是一个小娘子，啊，你即马家带去小西天，啊，你要来好啊吼，要叫伊修行正果，啊是安怎伊修啊袂好势，半夜有食人，你害下我你来。伊啊，千五我阿讲哦，我讲精神病院哦，叫伊转去，伊不爱听话哦。啊，伫王府的所在，食死这么真侪人啊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我唔得哦，无水甲拍死，你若卖害落来，啊，就无代志。是我转去。你讲我一路犯差做错，用这么我身躯边，我嘛将伊铁管来做教你。哎，你讲安尼啊，犯差做错是小款代志呢，害死这么真侪人性命啊！啊，当然我会出面主持公道啊！害死这么侪人的性命是不是？好好好，这容易你做啊？当然，今仔日用你是我义理，你今仔日将伊打死，我袂当帮你甘休，还你一命还一命。哦。啊！我问你，伊食死这么真侪人，这么真侪条性命，要叫谁赔？伊个人有良知，食死是伊的福气啦。啊，哪讲伊福气？我人做该死的了啦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迄个什么动物啊？对，哦，一魂花。若是在世无魂，最先处理。我会将伊引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无恶不作，将伊打入阿弥陀佛。比了用钱所来吃死，为着要报偿，我会将伊收入，我会接一关，然后渡到迄西方极乐世界。你想，在这世间上，第一到西方有几个人，这敢是个福气呢？好，有影就对，我迄个容易吃死人，你用这一动员，甲这一生小西天享受哦，安尼袂歹哦，安尼我拜托你啦，拜托你甲我跑好死，啊你用这一动员，啊甲我这一小西天，我袂来听享受，我你讲我。我来去的时阵，我一定去找咱苏女来分手。我从所有代志拢总讲互听，你有讲叫恁苏我赢嘞？你看对苏，你要怎交代？什么？你怕死我温度要用天气来砍我？你当作用苏压制我，我着哭怕你是不是？我讲的是事实哦。你莫冤仇，啊无你怎呐？我赶快来将你怕死哦。然后将你所在这动画尾，连你倒头就下落。